好像清楚。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今日咧，我哋就继续咧讲一行篇幅，咁大家一齐仲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咁我哋咧上次咧就讲到第十一段，咁就有关咧话讲女人咧。佢太過溺愛嗰啲細路哥，咁所以咧就好多時咧就害咗個細路哥。咁所以咧，阿印光法師咧喺呢度咧都鄭重咁提醒嘅，即係話咧有啲咧女性啊好冇智慧嘅，咁樣嗰啲仔女啊讀高校啊咁上大學啊咁樣去做媽媽嘅咧。就在學校旁邊租個房，咁咧就服侍嗰啲仔女。有啲咧，如果係住得遠嘅話咧，咁啊，嗰仔女話要食餃子，咁樣佢都包好啲餃子咧，就坐飛機送去俾佢食。咁呢啲咧就唔係話慈母嗰個慈悲嘅心，而係佢冇智慧，太過偏愛啦。過度偏愛仔女咧，就即係等於咧害咗佢，俾咗一劑毒藥佢。咁再繼續咧，就係講呢個虐待鄙僕。咁身為一個女人咧，如果佢有錢噶，咁佢做咗一個女主人嗰個地位，屋企咧就有啲仆人啊咁樣咧，咁女人個心胸咧。就是比較窄啲嘅，咁有啲人咧就係中意虐待嗰啲婢僕嘅，咁或者咧有啲係屬於田房，田房咧就係講佢個丈夫前妻死咗啦，咁再娶翻一個新嘅妻子，呢個咧就係屬於田房，咁前妻咧。可能都會生下啲仔女嘅，咁佢做咗田房之後咧，即係做人後母咧，咁女人咧一般嘅心態咧，做咗後母之後咧，係總係咧睇前房嗰啲仔女咧係唔順眼嘅，咁成日都要虐待佢哋嘅。咁呢一點咧，我哋做女人嘅咧都要特別小心啊！呢個係我哋女性嗰個弱點嚟嘅。同埋咧，女性咧好容易就會出現呢啲咁嘅問題，就係因為咧，女人咧同男人嚟比較咧，女人咧係煩惱比較重一啲嘅，所以女人唔能夠做五種王，邊五種咧？女人唔可以做國王，女人亦都唔能夠做轉輪聖王，亦都唔能夠做偷你天王。亦都唔可以以女身成佛，更加唔能夠做魔王。咁你諗下，如果俾女人做到國王，咁佢自身嗰個先天性嗰個劣根性咧，係比較個心量少。咁如果俾佢做到女王咧，咁就好容易咧，就將佢嗰啲劣根性咧就暴露出嚟。咁就害人害己嘅，咁所以咧，作為一個女人咧，我哋對自己嗰個心理上嘅煩惱咧，同埋我哋咧個心量
咁狹窄嚟讲，智慧亦都系好短浅。喺呢各方面嚟讲咧，我哋身为一个女人，特别特别要清醒一啲，要认知到原来女生系咁麻烦嘅，咁多烦恼嘅。咁我哋对女生咧，应该就要有一种咧厌离女生呢一个心，改变我哋唔好嗰个毛病，我哋一定要去改变。点样去改变我哋唔好嘅毛病呢？嗱，你可以从对家公家婆啦，就要孝敬同埋要奉养佢哋。好多做媳妇嗰啲咧，佢自己咧对佢个爸爸妈妈咧好孝顺嘅，但系咧佢对丈夫嘅父母啦，佢就唔会孝顺啦，就系有咁强大嗰个分别心。历来咧婆媳关系处理得唔好，最大嘅问题咧都系有时做媳妇嘅唔识做，特别咧系喺现代有知识嗰啲女性嚟讲，我哋常常咧都会睇到有一啲夫妻，咁佢可能公公婆婆啊咁样就系农村嘅人，咁佢生啲仔女都系喺农村长大嘅，咁佢仔啊读书由大学咁一路考上去咁样，后来咧咁佢就嫁咗俾呢一个男仔，咁呢个女人咧就会好睇唔起佢啲家婆噶啦，认为咧佢哋系乡下人，我哋系市区人。咁做仔嗰啲咧，本来咧佢就好想孝顺佢父母嘅，就系、是、因为咁样呢一关就过唔到啦。咁所以咧就会出现到啲乜嘢咧？喺国内嗰啲男同胞咧，佢即系激到咧相当痛心。年三十晚佢都去火车站嗰度过夜，两边都唔返。咁你諗下呢种情况呢？敬丈夫，咁又点解呢？我哋要恭敬丈夫。女人呢喺周易嗰个经里面呢就讲呢係属于坤卦。如果你係坤，你就要得到呢个元亨，一定呢就要精纯。做女人一定呢要精，而且要柔顺。对权卦就是讲男人，就是指丈夫，就要柔顺对妻子。这样大家互相去协调，这先会有好日子过。否则的话呢，你想双方吉祥都几艰难，所以大家双方都要尊重。如果你不恭敬你自己的丈夫，这个女人那就有什么不好的下场呢？她一定不好啊。她对那些家公家婆不好了，丈夫又难做了，那一路一路搞下去的话呢，变了呢家嘈屋闭，家无宁日，这样你想吉祥都没了。咁我哋咧，圣言咧，智慧就相当好噶。咁圣言亦都有一个教法，教育叫我哋教育儿女，对屋企仆人，我哋做女人嘅咧就要慈惠一啲，要关怀一啲，俾佢哋一啲好处，等到嗰啲奴婢啊、仆人咧，覺得咧你對佢好有恩德，對前房嗰啲兒女咧，你都好似咧做到，唔係話好似，直頭要做到，好似對自己生出嚟嘅仔女一樣咁樣去教導同埋去養育佢，以恩情去撫養佢哋。喺中國歷史上，確實亦都有少部分
好好嘅女性，佢对前房嗰啲仔女咧，比对自己生嗰啲仔女咧，仲更加关怀，系有呢啲咁嘅女人，但系好少。尽管系少都好啦，佢哋实质上系值得我哋一切女人去学习嘅。咁你喺行为上去孝顺公公婆婆啊，敬事丈夫啊，教育儿女啊，慈惠嗰啲婢仆咁样，仲要咧教养，因为前房嗰啲儿女，咁呢个世界，如果你系咁嘅话咧，就一定会走向欺圣欺贤嘅正道上，咁即系会有贤圣者出现啦。咁亦都系我哋佛教教导众生敦行根本之法，即系要有道德嘅根本。如果你能够具有呢一种咁嘅功德，你就会对别人你会生起一个恭敬心，咁你就会收到福，亦都得到智慧，寿命咧都能够增益。你修炼佛法门，求生净土一法咧，咁样可以讲绝对系顺风顺水。临命终嘅时候咧，绝对就会得到阿弥陀佛慈悲嚟接引我哋往生西方，仲系九品往生。咁你话几咁好咧？世间种种嘅行为，有因必定会有果。所以自己如果中咗孝顺公公婆婆、恭敬丈夫啊、慈悲呢个婢仆啊、教育儿女等等嘅善因咧，到你老咗嘅时候咧，你一定咧会受到佢哋嗰个孝敬慈爱呢个果报。有时候现世就可能咧会睇到报应噶。如果你做儿媳妇嘅时候，你都唔孝顺公公婆婆啦，咁样等到你中年啊，到咗老年嘅时候，你个儿子娶咗媳妇翻嚟啦，你个儿媳妇亦都唔会孝顺你噶。所以讲世有女人不明治理，呢、这个治理系乜嘢嚟啊？即系话，你对别人好，实质上咧系对自己好。如果你害别人咧，就等于害咗自己。自他不义，众生同体。女人咧就要了解呢个道理。咁样点解要把即系将呢件事提出嚟讲咧？印光大师就觉得，女人来讲呢，往往就心量少，她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所以可以讲呢，是很自私的。所以呢，孔子也都讲过，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听到真的很悲啊，是不是？女人和小人走在一起讲。确实女人呢，真是有呢一啲方面嘅烦恼嘅，咁做女人如果知道啦，我哋要有同体感，有仁爱嘅心，咁先能够尽量做到一个好嘅女人嗰个职份，咁样然后先能够可以期待佛天善神。来了解自己的行为，我真的改过了，女人本身是天生的烦恼力的。所以印光大师在这里呢，就苦口婆心地教化我们这些女人。我们知道之后呢，就要把自己那些毛病缺点认清楚，我们要痛改前非。做一个女人呢，仲有一个特点，就好鍾意自己嘅身体，天天呢
就去梳妆打扮，有一种自爱同埋自恋嗰个感觉。咁如果我哋知道啦，我想厌离我哋呢个女身，咁又点呢？想转女成男，咁样嚟讲咧，靠自己嗰个力量去修行，咁就要需要经过修一大阿僧伽劫之后，然后先可以离开女身。你话几个唔容易呢？喺净土法门咧，就对转女成男提供咗一个好好嘅方法。咁只要你相信阿弥陀佛，发愿去极乐世界持阿弥陀佛嘅名号求生净土，咁就阿弥陀佛咧就会接引你。咁你喺莲花里面咧就转女成男。当你从呢个莲花里面出嚟嘅时候咧，你已经具足三十以上八十。随形好一个大丈夫相，所以作为一个女人，你闻到阿弥陀佛四十八个大愿，你就会知道怎样去转女成男这个这么殊胜的方法，因为得到佛力的加持那个恩德，这样你遇到净土一法，今生你真是得到好大的便宜，我们可以说成佛可望。咁再看下一段，大家一起读。小儿从有知识时，即教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时，令彼自知己之心与天地鬼神佛菩萨之心息息相通，起一不正念，行一不正事，早被天地鬼神佛菩萨识知识见，如对明镜，不现丑相，无可逃避，是可有所畏惧，免为良善也。无论何人，即鄙薄小儿，亦不许打骂，教其敬事尊长，卑以自牧，无须敬惜自己，爱惜五谷、衣服、杂物，护惜虫蚁，禁止零食，免致受病。能如此教，大了决定言善，若少时任性惯，既不教训，大了不是容留，变成匪类，此时后悔了无所益。古语云：教父初来，教儿婴孩，以其习与性成，故当谨之于此也。天下之自乱，皆基于此，切勿以为老僧于谈，无关系要也。好啦，咁我哋又睇下呢段佢系讲乜嘢？呢段呢就系讲有关儿童教育。印光大师系一个出家人，而且亦都系专修净土的祖师，亦都是净土第十三祖。咁你谂下，佢对于妇女嗰个教育、儿童嗰个教育，佢都寄予
咁深切嘅关怀，所以讲我哋修净土嘅行人，亦都系庄严紧我哋现在呢个世间。呢个庄严系要真正从呢个实际行为去做嘅。儿童就系一个民族嘅明天，亦都系一个民族的未来。如果你看一个民族的兴和衰，你一看这个民族的小孩子的质素怎样，那你就知道了。所以呢，儿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教育是自觉安定的根本。所以因祖不得在这里不加以考虑和研究对于儿童这个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对他那个道德上呢是要加以教育他们的人格的教育啦，整体素质的教育啦，生敬畏这种教育，同埋咧喺行為上嘅規範，喺呢一段開示係非常咁重要啊！細佬哥到佢懂事嘅時候，你就應該去教佢哋點樣孝順，教佢哋八德，做人八種道德，邊八種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德的教育，如果真的成功的话，这个小老哥一生他真的受用无穷。首先我们讲一下个孝字，孝就是叫我们孝敬父母。我们首先呢是需要注意的呢，就是不可以溺爱他们的小哥。比如我们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一到吃饭的时候，那些小哥就要帮父母添饭，帮父母斟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培养这个小哥有一种孝心和孝行。现在可以说颠倒了，小哥哇，他好像个小太阳那么重要啊！一说吃饭就坐埋嚟，做父母的呢就望嚟望去氹氹转。如果这个小哥你说他不够三岁，或者他自己都不能够照顾自己，那你去服侍一下他是应该的，是吗？但是当他长大到七岁八岁十岁的时候，你就不可以这样做，你就要开始去教育他嘛，一定要令到他懂得服侍父母，又懂得教他怎样去为他人服务。那你要给个机会他嘛，等他成就一份孝心。弟字又点解呢？佢嘅意思就系讲处理兄弟之间嗰个关系。做弟弟嘅咧就要恭敬兄长，咁样兄长当然你亦都要关怀弟弟啦，系咪？咁样就系讲兄弟之间有个弟嗰个德性。忠就是忠心耿耿的忠，他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个人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那你在这个社会做事，如果你是做公务员的，一定要对国家尽忠，忠心耿耿。你如果有忠心的话，你就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去谋这个私利，
做嗰啲貪污腐敗嘅嘢，就把國家嘅錢啦存到外國自己個銀行户口裏邊。如果你咁樣做咧，呢、這個就係不忠。所以咧，我哋咧睇到有啲貪官啊，就係由於佢細嗰個時候咧受唔到好嘅教育，所以佢大咗就係變成咁啦。信又點解咧？信就係講朋友嘅關係，咁就要講信譽。呢、這個信字點寫啊？個信字左邊咪企人咯，企人邊啦，右邊就係言語嘅言。咁嘅意思就話咧，人講嘅説話係可信嘅。如果講咗啲説話唔可信嘅咧，咁你就唔係人啦，你冇資格做人。所以咧，自古以來咧，做人咧都係好有尊嚴嘅。有啲事情咧係用人格去擔保嘅，大家都會相信嘅。但係喺現在，人格都瓦解咗啦，人格都冇啦。你話用人格去擔保啊？誰個會相信呢？古人嗰個信就係一落千金，一言既出，驷馬難追。無論點樣都好啦，佢講咗咧，一定會兌現嘅。呢個係諾言啊嘛。信直根於誠，就係真誠誠心，咁樣就會表現喺個信嗰度。現在呢個社會或者信已經去到好低好低嘅啦，冇乜信嗰、那個人格啊！人與人之間已經都唔能夠可以你信我，我信你，信任呢個關懷都冇嘅啦。有時候我哋睇到呢一點咧，真係都覺得好感慨。經濟領域嗰個坑蒙拐騙、假冒偽劣呢啲種種嘅事情，甚至乎媒體都有虛假嘅報導，有虛假嘅廣告，亦都有虛假嘅學歷文憑。呢啲實質上太多太多啦，所以一個人一定要有個信。咁有一次，孔子喺教育佢嗰啲學生當中，咁子貢係佢一個門生嚟嘅，咁就問孔子有關治國之道。孔子就回答，佢話如果治理好一個國家，要有三個要素。第一就足食，足夠的糧食。第二就足兵，足夠的軍隊。第三就有個信，信譽的信。那子貢就問了，他說如果這三者要去掉一項，一項即是不要一個，那應該不要哪個先呢？咁孔子就回答：咁就去掉呢個足兵啦，即係國防嘅力量都可以去除咗佢先。咁咪剩低兩個咯，一個足食同埋一個信。咁啊，阿子貢又再進一步問啦。咁啊，如果足食同埋信呢兩者之間非要選擇？唔要一個嘅，咁又留邊個，又放棄邊個咧？咁樣，咁如果對一個治理國家嘅人嚟講，聽到咁樣問，真係都幾係俾佢一個難題嘅。咁啊，孔子咧就回答啦：去掉足食，咁啊，即係話國民食飯嘅問題。
都可以放下，咁啊剩低一个信咯。咁啊，子贡一听到咧，就大吃一惊。啊，老师，你点解会作呢个选择嘅？当时咧，孔子咧就讲咗一句话，佢话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佢话如果冇得食，可能会死啊！自古以来，边个唔使死啊？你话俾我听。但系如果人冇诚信呢个德性，咁佢就站唔得起嚟噶啦，佢嘅人格就会瓦解噶啦。咁就可以讲呢个信，呢个道德价值系超过咗我哋肉体嘅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圣人可以说抛地择地有声的语言。我们看到这一段对圣人，我们真的感到佩服到五体投地。他们可以把一种道德的精神价值提高到这个程度。然而我们现在不肖的子孙，对于这个信的道德价值观念已经沦落了，没有了。我们真是愧对于孔夫子，所以我们要进行信这种教育，我们要紧紧记住这个信。礼就是讲礼貌和礼敬，要有礼的精神。礼的精神就是讲恭敬，恭敬是要看你的表现，不是讲，是表现出来的，是要有礼节，要有礼的形态来表现这种恭敬心，不是你黑晒块面咁就人哋话点解你咁样啊？你乜对我唔恭敬？我好恭敬你啊！我心恭敬你。喂，你个心睇唔到嘅喎，系要你一种行动、一个态度表现出嚟，人哋先知噶嘛，系咪？所以呢个恭敬、呢个礼系要从你个恭敬、你个表现出嚟嘅，系唔可以呃人嘅。义系正义个义。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当中，关文祥即是关羽这个人，就是我们代表这个义那个典型的形象。桃园三结义就是讲三个人在桃园那里结拜为兄弟，他们结拜为兄弟之后呢，关羽呢对他的兄弟的关系呢相当有义气，尤其是呢他对大哥刘备的忠心耿耿，你用什么都不可以动摇到他的。廉就是讲廉洁、节俭，一个人呢就要减低自己的物质的欲望，我们要廉洁，做官又要做清官，虽然是两袖清风，但是都落得自然。一个人能够廉洁，他那个道德人格就会提升的了。如果一个人去追求高消费啊，或者喜欢过住嗰啲奢侈嘅生活，咁佢就好容易咧走向呢个堕落嘅街道。咁佢咧就会想办法咧去揾嗰啲不义之财。好啦，最后一个咧廉耻嗰个耻字就系讲
羞耻、内疚咁解。当做咗某一件事之后，你觉得愧对于良心、愧对于天地、愧对于他人，咁样呢就可以讲知耻近乎勇。个勇系咩呢？勇敢嘅勇。你知道耻啦，羞耻啦，你先会勇于去改过嘛，所以叫知耻近乎勇。咁呢个耻就相当于我哋佛教讲惭愧心。如果一个人冇惭愧心，咁样就系冇药可救。如果一个人冇羞耻感，到到无耻嘅程度，咁佢更加无药可救。呢种耻感系佢嗰个良知同埋良能系完全都失去啦嘅一种情绪反应嚟嘅。如果良知良能都冇啦，咁佢就会喺物质里边去追求，佢就会容易起仇恨心，得唔到咪起仇恨心咯。咁佢就唔会有耻啦。如果冇耻，佢唔认为呢样嘢系羞耻，有啲人反而以为系荣，咁样佢就会做坏事，甚至乎咧，佢就去贪小便宜，或者咧攞人哋屋企嘅嘢呃人，咁佢仲炫耀自己，你睇下我啊，呃咗几多人，又攞咗几多着数，你睇下我几叻啊，咁样就讲埋一大堆呢啲咁嘅唔好嘅嘢。佢因为佢唔识得呢个羞耻，所以咧佢仲以为好叻，喺度猛咁炫耀自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系咁解啦。有啲咧就搞婚外情，佢仲炫耀自己，你睇下我啊，魅力十足，有几多个情人呢？咁你话咧，呢啲咁无耻，呢啲真系好无耻啊！如果一个人啊到咗呢个无耻嘅程度嘅时候咧，真系冇药可救嘅。咁我哋讲呢个八个字就系讲八德，正话讲咗啦。咁样系非常咁重要嘅，亦都系讲做人基本嘅人格嚟嘅。如果呢八个字都冇啦，古人就叫佢哋做乜嘢呢？亡八字。亡八字听起嚟都几好听啊，亡八字。但系即系意思话喺你身上一个道德都睇唔到，咁样叫你叫做亡八字，咁都系几文雅嘅讲起上嚟。如果呢个亡系个亡底下有个心字，呢、这个亡啊嘛，如果个心都唔要咗，就系、是、死亡个亡呢个亡啦。如果叫你叫亡八，咁就系闹你啦。有啲仲讲得呢个王八蛋，即系话喺你身上一点道德都冇，体验唔到出嚟。所以呢八个字咧，喺我哋中国人咧教育最基本嘅，就系一定要有呢八德，一定教细佬哥。一定要在这个八德里面去教，由小老哥开始我们就要进行这个八德的教育，跟着我们一路一路地就要教他们三世因果。因为我们所有行为造作在过去
现在未来这三世当中，因果是不虚的。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都会体验的。因果和轮回是我们佛教的核心道理，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如果我们能够教育给啲细佬哥听，咁呢个细佬哥佢能够接受呢个道理，佢就将呢个道理咁样就摆咗喺个心度，咁就等佢建立咗呢个因果轮回嘅观念，佢就会一定产生有一种敬畏感，佢就唔够胆胡作非为啊！咁样就建立咗一种咧，就系咧惩恶劝善嘅一种行为。咁呢一个，如果佢真系咁嘅话咧，呢、这个细佬哥佢就喺佢个内心嗰度咧，已经将呢个因果轮回扎扎实实咁样摆咗喺个心嗰度，咁样。他永远都会自己约束自己，他自己懂得去规范自己，知道有三世因果的，有轮回的，有善有恶的，那他自然呢他就不够胆做些不应该做的事。如果因果的观念冇，轮回呢个观念又冇，咁样一切道德嗰个教法就冇嗰个根啦，就冇嗰个基础啦。咁得把口咁讲一大堆道德，但系系做唔到噶。咁你话系几咁可怜呢？所以我哋现在感到忧虑，就是这个社会的人他们不相信三世因果，也都不相信有六道轮回，所以他们的道德一路这样滑下去，一定是会沦丧的，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印祖呢，或者可以讲我们祖师大德呢，都说人人信因果天下大治，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印光大师对这个问题呢都有很多解释。如果我们国民，我们的人民不信因果，就算孔子啊、孟子、老子、庄子以及佛菩萨一起到嚟，一起嚟呢个世界，亦都冇办法教化我哋，因为我哋唔信啊嘛，唔信仲可能会嘲笑添。所以说这个五族恶势被一种邪知邪见笼罩住的了。这些都是学说那个祸国殃民，这些是没有语言能够可以形容到现在多么腐败。所以呢，要教细佬哥有两个核心的真理，就使细佬哥从细的时候就要知道自己举心动念都是跟天地鬼神佛菩萨的心息息相通，是同体的。我们好像你起一个邪念，或者你做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是人家是看不到的，但是
已经被天地鬼神佛菩萨都看得一清二楚，举头三尺有神明。佛菩萨看到我们凡夫众生那个念头和行为，就好像揸住一面镜咁样照住个块面，睇得好清楚。咁如果你揾块镜嚟照住个面，咁你个样系丑嘅或者系靓嘅，都影晒出嚟啦，冇办法可以遮掩啊，亦都冇办法可以逃避啊。咁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你真的有道德观念，明白到这样，你知道以后你那个念头就不可以做邪，明白到这个道理，这样你就会建立一种畏惧感，不好的不敢做，做了没人看，天地鬼神都知道，对自己不好的行为，然后来到恶报先去相信，都有一种这样的人。那这种人都还好，他相信了之后他就战战兢兢这样去改过，这样他的敬畏感就会出来了，他就会努力这样做善事向善，走向光明的一面，这个也不错。如果完全没有因果没有轮回，那我们人就 会去到哪里呢？胡作胡为咯，肆无忌惮嘛，自然就乜都出嚟噶啦。啊，有一句话就话咧，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咁就会有呢个观念咧，就会出嚟。咁我啊谂咗好耐，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喂，咁系乜嘢嚟？我真系查唔到，谂唔到。咁我谂下三个字咧，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又唔似。咁啊，两个字先，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咁我足之谂到点样咧？如果你唔食嘅，咁你就白白嘥咗佢。如果你唔攞嘅咧，你白白又嘥咗佢，有权不用嘛，过期作废，咁啊即系呢，即系意思叫你做啲唔好嘢咯。所以我就咁谂。咁佢话如果你系贪污，你有呢个行为，马上你就会有报应，咁样咧就会落地狱去受罪。呢、这个时候咧，佢先会怕。反之，反过嚟啦，如果你认为冇地狱嘅，冇三恶道嘅，咁我咧就不拿白不拿，不享受白不享受，佢自然咧就会出现呢个问题。所以我谂下，我解释都应该啱噶啦。即系有权有势咧，你唔去贪咧，你唔去攞咧，就系好似蚀底咁样。呢种系唔啱嘅。我哋就算送埋嚟，唔系我自己应得嘅，我都唔食。咁样要有呢一种嘅行为先系正确。所以咧，我哋咧一定咧喺细路哥，当佢嗰个天真嗰个心灵嘅时候咧，我哋就要种咗呢一种观念俾佢啊，做一种好嘅观念俾佢。因为点解咧？先入为主啊！首歌系好天真噶嘛，同埋好似一张白纸咁样。咁样咧，你就要开始就要灌输好嘅观念俾佢，同佢
种咗一粒种子先。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冇呢啲咁善嘅种子咧，佢就会觉得拨无因果噶。功利主义种种呢种咁嘅思想咧，如果占据咗喺细佬哥嘅心灵上，你以后再同佢讲乜嘢乜嘢咧，佢都唔相信。咁样就话你系封建啫，边度有因果啊？咁样，所以我哋要好小心，要好小心教育嗰啲细佬哥，同埋咧仲系唔可以打，同埋闹埋晒啲好粗言俗语嗰啲嘢咧，都唔可以。尽管呢个细佬哥唔是自己的仔，或者其他那些低贱一点的首歌，我们都不可以打他，也都不可以用一些粗言慰语去骂他。那我们做人呢，要恭敬尊长，对长辈呢要恭恭敬敬，还要有礼貌。以哪种心呢？非以自牧。咁喺《易经》周易嗰度咧，就一句说话，印祖咧时时都引用出嚟嘅，卑就系谦卑个卑，牧咧就系讲放羊一样，即系牧羊人嗰个牧。牧嘅意思就系把将自己嗰个骄慢嗰个心控制咗，控制住嗰个骄慢嘅心，卑以自牧。对人要谦卑，对自己要控制自己的骄慢心，做每一件事都要谦卑，那你的人格呢就会慢慢这样就会完美完善的了。那你在人际关系呢也都慢慢会搞得很好的。你越是谦卑，人家就会对你越加赞叹，你越是骄慢，到处都炫耀自己，我又点好又点样叻，人哋咧就越嚟越睇唔起你啊！咁样呢啲亦都系统计，即系有人统计过咧，谦虚同埋骄慢两种人嚟讲咧，都统计过。就是谦虚的人呢，就是好像什么呢？水一样。为什么叫水呢？上善若水，就是呢最高境界的善呢，就好像水一样。水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会向低洼的地方流去的。这样为什么它又会向低处流呢？因为水有它的平等性，所以它就会向低洼的地方流，这样最终的时候它就会平起来了。所以说水善于处在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那即是怎样？即是讲话这个修行人，这些才是叫真正的修行人，是卑以自牧，自己有十分的优点他都不讲出来，卑。那如果在这个周易的卦里面的卑，就是讲谦虚那个谦，就是怎么解释呢？山上地下，上面是一个坤，下面是一个梁，梁是代表山，坤就代表地，地下有山，那这个呢就叫做谦的象征，很有内涵的，以前那些古人那些字，他意思就说呢，谦虚到佢唔会露俾你睇，你谂下地下有山，
係咪？你諗都諗唔到啊！咁佢個人就係謙虛啦，所以咧謙虛嘅人咧就唔係咁容易喺表面可以露出嚟俾你睇到啊。咁但係有一啲浮躁嘅人咧，佢實質上佢係冇內涵噶，佢有一點嘅優點，馬上佢就張揚出嚟啦。咁呢種咧，呢種人你接觸得佢多啦，大家就知道得個講字冇料嘅佢。咁所以你話明白到呢啲心理，就算冇料我都唔出聲，或者可能你諗我有料啊。咁所以一個人咧講曬，一定咧要卑以自牧。古人咧就好厚道嘅，自己有十分嘅優點，佢最多講三分嘅啫。現在呢個時代咧，可能咧就唔一樣啦。現代嗰啲人咧，可能得三分長處，佢就講到自己十分。哇！呢個世界係包裝嘅時代，將自己包裝得富麗堂皇。講起鹹頭，哇！一大堆，有乜董事啊？有乜咩咩？哎，我唔識呢啲啊！一大堆，越是有鹹頭一大堆咧，你就好威噶啦。咁所以咧，現在你想揾啲比較平淡一啲、謙卑一啲嘅人咧，可能都唔係咁容易揾到。每一個人一講親咧，就講自己嘅本事有幾多，我又識乜又識物又識嗰樣又識嗰樣。通常都是會炫耀自己的，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弊處，我們就要教育那些首歌卑以自牧啊，我們一定要教這首歌養成一種好的習慣，現時不好的我們看到嘛，我們大人，所以我們一定要真真正正這樣去教好這首歌。再落嚟講嘅咧，就係咧教細佬哥同埋自己都要敬惜自己。自子咩叫自子咧？有字嘅子。咁呢啲都係古人之風。喺現在社會講呢句話，好似未曾聽過喎。有字嘅子咪有字嘅子咯，點？點解要去敬惜佢咧？點解要去愛惜佢咧？我哋要明白，因為咧個字係聖人做出嚟嘅，咁樣啲字，我哋睇字先學到做人嗰個道理啊嘛，明白到呢個世情啊嘛。是靠字流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国与国之间的沟通，没有字又怎么行呢？所以字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爱惜它，要收藏好它，不可以随便这样将字撇在垃圾桶那里。字可以说是世间的至宝，圣人造字，我哋要尊重有字嘅字，尊重呢个字，字就系等于我哋嘅智慧。如果我唔识字，我就咪冇智慧咯。我哋唔可以亵渎嗰个字，乱咁等唔得噶。如果我哋尊重嘅字咧，我哋将来有智慧咯。否则嘅话咧，将来我哋就冇智慧啦。下一生出世可能唔识字添。所以有字的字呢，一定呢我們呢就要把即是將啲字呢就接好去收好去。依家最好的啦，有回收站是不是？以前就話好難搞啦，嗰啲報紙啊或者嗰啲雜誌啊嗰啲咁就隨處劈啊，冇地方啊嘛，是不是？但依家唔同啦嘛，有回收站，將嗰啲紙全部集中去搵個袋，拎咗去回收站，
咁就係愛惜自己。但係如果真係喺呢個但係如果真係喺中國啊或者其他嗰啲地方冇咁文明嘅咧，咁又點樣咧？就將嗰啲字紙啊全部咧收起嚟，然後咧就燒咗佢，將嗰啲灰送到去大江大河，或者倒咗落去個海邊，咁樣就證明你敬惜有字之子。咁啊，彭兆星居士咧，佢曾經咧就介紹講過一個呢、這個人咧係幫佢做事嘅，就是、看門口嘅啫，幫佢看門口。咁佢呢個人本身咧，佢就係好窮嘅呢個人，佢根本可以講到咧，佢差唔多要乞食啦。呢個人窮到咁樣，但係咧佢就有優點。佢成日咧，佢見到嗰啲有字嘅紙咧，佢見到咧，佢就走去執起佢，然後咧就擺埋一齊，好好咁樣去保管佢。咁所以咧，啲人咧成日都稱讚佢啊。咁啊，彭兆星居士咧咁啱，佢一個精舍，佢又去修行，咁啊要揾一個看門嘅人，咁足之咧就揾到佢呢、這個人。一路做事，一路跟佢哋啲修行人一路念佛，又可以做嘢，又可以念佛。本来佢一个字都唔识噶，但系经过咗三年之后，慢慢咧，佢识字啦，佢识得写字，又识得睇字，佢仲能够吟诗作对啊！你谂下，你敬识。有字的子就是在当生已经得到智慧，所以这一点就要从大人那里要做榜样，以身示教来教育的小哥，这样才可以的。跟着就讲爱惜五谷，这五谷呢，五谷谷米的谷是食糧嚟噶嘛？我哋一定要愛惜嘅，呢啲係我哋嘅食糧啊！我哋唔可以隨便去浪費，浪費食糧就係損害天物，係最損福報嘅。所以，即使你係億萬富翁，你幾咁有錢，但係，你冇資格去浪費食物糧食。喺我哋華人社會裏面特別要注意，尤其是我哋華人咧，係好中意好客，或者為咗面子啦，咁就請人哋嚟食飯，就會做咗好多好多款菜式嚟招呼啲客人。實質上佢又唔使食咁多，食唔曬啊！最後點樣呢？就倒咗去啦。我哋以後千祈唔好咁樣做，唔可以浪費嘅。如果我哋食唔曬啦，你去到酒樓食唔曬啦，咁樣咪將啲食物打包，包翻屋企，翻屋企慢慢食。咁啊！現在大陸咧有啲高校，即係大學生啦，成班都係咁啊！大陸啊，好中意食饅頭啊！咁大學生食饅頭食咗一半啊，佢有錢啊嘛，有錢仔先可以上到大學。咁啊食咗一半啊，咁仲有一半咧，佢唔食啦，咁啊掉咗落嗰個桶度。咁俾人睇到真係好心痛。我哋要愛惜五谷啊嘛，仲要愛惜衣服。我哋要谂下呢件衣服同埋呢餐饭嚟得都唔系咁易噶，仲有其他啲种种滋生嘅用具，我哋都要爱惜佢啊！唔可以随便咁样就掉咗去，
我哋唔可以咁啊，应该尽量用，用到佢用唔到，咁先掉。呢啲咧就系要爱惜。现在社会咧系一个新潮嘅社会，好多人着衫已经都唔系为咗御寒呢个角度去谂噶啦，都唔系咁睇。最紧要睇下佢系咪新款。流行的颜色又是不是流行的颜色，它是从这方面去考虑去穿去买。流行完就不流行了，是不是？那很快很快地又换了第二个款式啊，第二种颜色啊，这样变了不是浪费很多衣服啊物质等等。所以有些大富翁或者很有钱的女人，她家里衣服多罗罗，不要说大富翁了，一般家庭的女人真是整柜都是衫，不得已，但是她穿来穿去都是那件。那你问她爱这么多衫来做什么，那是不是浪费？浪费就损福咯。有些为了面子，那些贵妇那些皮鞋都讲几百对几千对，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懂得去爱惜那些物件。这些真正可以跟你说选大福。我们呢还要护惜从蚁，我们要爱惜生命啊，昆虫啊，蚂蚁啊，我哋都唔可以去搭佢啊，踩死佢啊！我哋要爱护佢。虽然呢啲好似好微细嘅道德观念，但系我哋从细个就要开始知道。我哋唔知道啫，但系你哋可以教育嗰啲细佬哥，从细就要对啲昆虫蚂蚁。教育他们去爱惜，等他们生起一个慈爱之心，绝对不要乱咁犯错。他细个不懂爱惜那些小动物，大了他可能会杀人放火的。如果他细个对啲昆虫去爱护，咁样佢就唔会将来大咗就做埋一啲匪徒恶心嘅嘢啦。呢啲都系非常咁重要。有时候我哋喺报纸或者杂志上睇到，现在有啲细佬哥嘅教育咧，好似吃那些蚱蜢，他说生食的昆虫有营养，就找到个细佬哥做广告，就擘大个口揾只手咁啊食那些新鲜的昆虫，说吃了营养好。好啦，这种咁残忍的行为，他细细个已经接触到，觉得不是一回事。慢慢去大咗，你就諗下啦。你諗下将来几恐怖啊，食人佢都可以啊。仲有呢，现在创作一啲卡通片啊，俾嗰啲青少年呢去创作。咁啊嗰啲武打片啊，啲卡通武打片啊，嗰啲武侠片啊。哇，做到几暴力啊，几残酷啊。那首歌他不知道的。他越是残忍越是暴力，他就习惯了。那他就在那里创作了。他越做得残忍，他觉得咦很有味道。那就弊了。你养成了他这个呢残忍暴力这个思维。这些都不是说吉祥的东西，相当不好的。
咁所以我哋一定咧要从细就要培养好呢个细路哥爱惜生命、爱护小动物呢啲教育，要培养呢个细路哥有一种仁慈嘅心、不忍嘅心。有时候我哋都会护惜嗰啲昆虫蚂蚁，但系有时人哋乜嘢，我哋都会嘲笑人，使乜唔系系咪啊？使乜真系对呢啲嘢都咁紧张啊？有时我哋都会有呢、这个即系顺口而出嗰个行为。如果俾个细佬哥听到咧，咁就累死佢啦。所以有时我哋讲嘢咧特别小心，同埋自己都要有一个仁慈嘅心，要培养啊。呢度系教细佬哥，实质上。我可以告诉你们都是教埋自己的。你自己不懂你又不懂得教小哥，是不是？那好像东郭先生，他呢他很怕呢踩死啲蚂蚁的。所以他行路呢就战战兢兢这样。那些人呢就笑他了。你看看他正经到蚂蚁他都怕踩死的这样。咁我哋呢種觀念，我哋千祈都唔好學人哋咁講啊！因為如果我哋能夠救螞蟻、救嗰啲小動物，係即係增加我哋嘅福報。佛門呢亦都提過有一個公案，咁啊講有個沙彌，即係剃咗頭嘅，未曾受具足戒嘅沙彌仔。咁佢師傅呢就已經證咗阿羅漢果，即係有神通嘅，有通嘅。咁佢就觀察到呢呢個沙彌弟子呢七日啊得仲有七日嘅壽命嘅啫。咁佢師傅就諗下，唉，都唔好等佢喺呢度走啦，不如等佢返屋企啦。咁樣所以呢佢師傅就話啦，同個沙彌講，咁你返去探下你父母啦，第八日你先回嚟，咁呢个沙弥呢唔知道师傅吩咐佢翻屋企做乜，但系识听话，师傅叫我翻屋企，我咪翻咯，咪翻屋企咯。咁喺路途上边，咁啱呢就系、是、缺堤啊，即系嗰啲水咧冲咗个堤坝，咁啲水咧冲咗落去一窝蚂蚁个窦嗰度。咁呢啲蚂蚁咧就快浸死啦！咁呢个沙弥一睇到，嗱嗱声就去抢救啦！佢即刻除咗件衫，塞咗呢个窿，咁然后咧就将啲蚂蚁咧从水嗰度咧慢慢引佢哋出嚟，咁啊救咗好多蚂蚁。咁呢件事冇乜嘢啊，做完之后咪翻屋企咯。咁啊第七日又冇乜嘢事发生。第八日他就回去个寺那里。咁师傅睇到他咦咁奇怪你回嚟。咁师傅就入定观察。哦原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个沙弥呢救了成千上万的蚂蚁。救了咁多条生命，所以他有这个功德，就将他的定业本来要死这个定业转过来。唔使死，咁所以咧，护惜虫蚁就能够延长我哋嘅寿命。如果你去残害呢啲蚂蚁昆虫，就会减短我哋嘅寿命。所以要记住护惜，就系、是、培养培植我哋仁爱嘅心。禁止零食，免致受病。咁呢两句说话又点解呢？咁我哋睇到祖师就话啦，好似讲我哋现在咁啊，讲我现在啲人。祖师就话，佢话现在好多家庭嗰啲小哥咧，嗰啲父母咧俾好多零食佢哋啊，食到佢哋个个咧肥头肥耳。个个都肥肥仔肥女，好可爱。
但呢个肥咧就毛病就会嚟得好多噶啦，因为佢靠零食啊嘛，所以食坏佢哋啊。祖师叫我哋唔好俾啲零食啲瘦哥食啊，佢一日你俾三餐好嘅营养佢就已经唔错噶啦。你哋要培养嗰啲瘦哥唔好贪食嗰个心。如果佢真系培养到佢有贪食嘅心就弊啦，将来会出现种种嘅问题。好似如果你唔俾钱佢嘅，佢贪心食嘢嘛，冇钱唔得噶，佢又会偷咯，去抢咯，或者谂埋晒好多唔正当嘅方法去搵钱咯。咁佢贪心一出咗嚟嘅就唔好噶啦。所以咧，我哋从小就要养成细佬哥良好嘅生活习惯。咁你睇下阿印祖对呢啲咁微细嘅事咧，佢都喺呢度讲。实质上咧，佢就系咧点明咗出嚟。现在好多家庭嗰啲细佬哥咧，都系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咧，就教我哋点样去解决呢啲方法。如果教育细佬哥，用好的方法教育好，这样首歌长大了，他必定成为完善的君子，成为社会国家的栋梁，对他自己、对家庭、对国家都有利益，出了一个国家栋梁之才，又可以光宗耀祖，父母颜面上亦都有光。现在啲父母最感到自豪就系乜嘢呢？就系生咗一个出色嘅仔或者女，成日都俾人哋去夸奖佢嘅。咁如果有一个出色嘅仔女，咁可以讲就系最父母最开心嘅时候。如果你啲首歌拉咗入监狱坐监，做父母真是没面见人。如果你细个的时候你不进行好的教育，你放纵他，令到他这些这样的劣根性发出来，曳啊，你又不教他，到这个人长大了之后呢，他就不是平庸之辈，不是普通人，一定是匪类、土匪做贼。那这些土匪呢，这些贼呢，是对社会和国家呢不好的，还有法律都要制裁他们的。那到时成了这个匪徒的时候，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时候，你做父母这个时候要后悔都后悔不来的。所以古人讲，教育要从最基础、最早的时候开始就要做了。教父初来，就是你娶这个新抱入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教育他。他一来的时候，你教他，那他就会学习，咁就会形成一个良好嘅习惯。教儿婴孩，喺婴儿嘅时候，你就开始要教育佢噶啦。你要教善嘅嘢，好嘅教育俾佢，等佢养成一种善嘅习惯。咁一开始佢已经行上一个正路啊嘛。如果开始佢就走邪啦，咁就步步都系邪，咁以后你等佢形成咗呢个邪恶嘅习惯嘅时候，你想去矫正佢啊，都唔系咁容易啊。所以从开始嘅时候就要谨慎咁样去教育，儿童教育教得好唔好，
佢不但影响家庭嘅问题，佢亦都关系到整个国家治安同埋动乱嗰个问题。你教育好一个细路哥，国家就天下大治啦。如果个细路哥冇教育好，咁样佢将来做嗰啲匪类、匪徒啊，咁呢种恶心残暴嘅人，咁样天下咪就会大乱咯。所以国家嘅兴同埋衰，天下嘅治同埋乱，首先都系从家庭教育去纠正翻佢哋，由家庭教育嗰度做起。现在呢一个系知识经济嘅时代，学校嘅教育主要就系教佢哋学一啲知识技能嘅教育，道德人格嘅教育已经喺现在嘅大学、中学、小学占嗰个比例越嚟越微薄，所以呢一点每个做家长嘅都要清晰一啲，都要关注。学校嘅教育可能教佢好多都系侧重于边度呢？知识技能嗰方面嘅教育，有关道德人格呢个教育呢，做家长嘅唔可以放松啊，唔可以放弃啊，因为你自己嘅家庭，呢、这个家庭呢、这个首歌系你嘅，你就要承担呢一种教育。现在家长一味系注意佢自己细路哥嗰个成绩考得好唔好啊，又点解今次又少咗几分嘅？今次又好啲喎，佢一味就关心书本上嘅嘢，实际上呢啲问题都唔关你事，呢啲问题应该系老师要关心啊。老师教得佢好唔好，喺学校嗰方面，老师同埋学生佢哋自己当时沟通唔沟通嘅问题。你做家长嘅咧，要关心就关心你个细路哥嗰个德性、嗰个人格。学校教育可能系唔太注意到呢个德性人格嗰个问题，但系呢样嘢确实系非常咁重要嘅。要将呢个首歌教育得好，父母首先呢，你要教育自己啊。细佬哥模仿性好强的，你要教细佬哥那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那你做父母的呢，就要做到这八德。如果你做父母，你对老人家一点都不孝顺，天天这样就喝老人家，咁啊，俾啲老人家住间细嘅房啦，唔好嘅。咁啊，自己咧就住一间好啲嘅，咁就好啦。首歌啊，好叻噶，将呢啲嘢慢慢全部记咗喺个心度。等到你老嘅时候，佢咪一样咁做咯。阿妈，你住呢间细房啊，佢自然佢就唔识得孝顺噶啦。咁你谂下。所以要自己做得到，首歌就会听你话啦。但依家香港嗰啲家庭教育真系好差，好多父母佢自己都冇以身作则，咁样佢都唔识得点样去教育下一代，咁就形成恶性循环啦。但是他又想望子成龙喎，咁咪俾咗首歌嘅压力咯，所以令到首歌又要
學乜嘢班啊，又學多啲啊，咁樣又學多一科，又加多幾分，又猛叫佢周圍學。嗰啲首歌啊，真係由朝到晚個腦係唔停嘅。咁樣係咪真係好事呢？咁呢樣嘢都係學校教育同埋家庭嗰個家長嗰、那個體諒都有好大嘅關係。咁希望啦，學校啊關注一下呢方面多啲，做家長嘅咧就關注自己嗰啲細佬哥嘅道德嗰方面，自己唔識得道德，唔識得可以請老師翻嚟噶，或者揾啲老師一個星期啊教兩三次有關啲道德嘅嘢，教人做人基本點做人，基本呢八個德，咁可以自己能夠有學識，自己學咗就自己教啦。自己都冇咁嘅知識，呢啲冇壞噶，咪請人教咯，係咪？咁希望能夠出翻好嘅細路哥，等呢個社會安寧一啲啊！咁我哋係佛弟子，我哋明白我哋有五戒，明白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喺呢五戒裏面，你俾心機去研究一下，靜心一啲，你都學咗好多嘢。你用呢五戒教一首歌，你都已經不得了。咁首先自己又學到，而且又可以教一首歌。或者請老師回來，因祖他的開示就說盡量從小就要等細佬哥接觸聖人的教育。聖人有什麼教育啊？以前三字經啦，最好了，三個字一句，三個字一句，弟子規呢現在都很普遍了，論語啊、孟子啊、大學啊、中庸啊、詩經啊等等，等他接觸一下，等他背一下，噏一下都好噶，等佢内心里边中咗一个圣人做人嘅标准啊！即系我做一个圣人，要有啲乜嘢标准咧？做人嗰个种子啊，咁佢就会一生受用噶啦。然后我哋就教佢因果啦，教佢轮回啦，亦都。盡量令他相信，引導他，教他念下佛啦。啊，驚嘅時候啊，或者麻麻驚驚啊，驚驚啊，念南無阿彌陀佛咯，念觀音菩薩咯，念咗就唔驚噶啦。咁從好簡單、好簡單咁樣去引導他哋，等佢念佛。如果他真的肯念佛，阿彌陀佛個光明護持之下，他一生人嚟講。可以告诉你，他不会差得去哪里。如果他真的死心塌地一味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样成日都懂得去念，那你做家长那就放心啦。他绝对将来是一个世间的善人，或者他不能够做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他绝对就不会做坏事，拉入监房做埋啲咁唔好嘅嘢。本来呢仲有一个综述，即系总结，但系依家系九点钟。咁如果我再讲，你要讲十分钟，你哋想唔想听？听埋啦，嗬，十分钟，咁我讲埋，咁咧就成本就讲晒噶啦。咁啊，最后一段大家一齐读。刚老耳，精神日衰，无力答复来信，但已由路大通，
志远近，吾闻虚名，屡屡来信，若一概不复，亦各有负来意。若一一为福，即是无此精神，以故因此长信。凡有关修持及立身节制，是亲教子之道，皆为略说。后有信来，以此见记，纵有一二特别之事，即在来信略批数字，书彼此情达，而不至过劳也。若欲大通经教，故当请教高树法同之大通家法师。虽知大通经教者，未必即生能了生死，欲即生了生死，当注重于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也。嗱，呢个总说总结啊，总结一行篇幅，咁呢个注述嗰个因缘，咁前面咧就已经讲咗啦。印光大师对修正业嘅行人，即系修正土嘅行人咧，修行咧有种种嘅事咧，我哋都要注意，同埋基本个原则就系信愿行。咁樣亦都俾到我哋咧，好精密同埋好好好嘅開示。最後咧，就印光法師佢就講光，即係印光個光嘅意思，即係話啊，我印光法師自稱自己叫做阿光，佢話咧我都72歲啦。70多歲的老人，所以是说刚老矣，精神日衰，就是说他精神一天一天这样衰弱了，已经没有那么多气力答复你们那么多的来信。但是好彩由路大通，他们呢就是说由路大通，就是我们香港邮政局，他们邮政局呢在江苏呢呢一帶同埋上海一帶咧，都係好發達噶。咁所以印光大師咧，從52歲開始，佢已經接種噶啦，就由龍天咧推出去嗰時咧，開始咧就接引眾生弘法利生。咁佢話我嘅知名度咧就越嚟越高，高到海外海內個好多信眾咧都寫信嚟請教我。同埋咧，要求我同佢皈依，所以印光大師好謙虛咁話，佢話呢啲都係誤聞虛名，佢話咧呢啲都係呃人嘅啫，虛假嘅啫，大家聽錯啦。咁印光大師，你話佢幾謙虛啊？佢話自己實質上冇乜嘢道德，佢話呢啲咧係信眾咧。唔听嘅啫，人传人，万人呢传传下就当咗事实。咁佢就系咁讲。咁佢话咧，我收咗咁多信，咁佢就谂一谂，我哋亦都同佢谂一谂。如果一个人去俾一封信佢，喺大陆嚟讲，加埋海外嗰啲信众。咁你话阿印光大师嗰啲信系咪要用麻包袋嚟装啊？佢以前咧，印光大师未出名嘅时候咧，如果你想寄封信俾阿印光大师，都要经过好多过好多关先去到阿印光大师个手上。但系当佢个知名度传咗出去，佢有道德啦，咁。啲人咧就寫信俾佢啦，咁信件咪越嚟越多咯，咁啊印光大師咪又要回好多信咯，所以話用麻包袋
庄信唔出奇啊。咁但系太多信，咁印光大师边度有咁嘅精力去回呢？所以咧唔回信，阿印祖个人又好慈悲，又觉得辜负咗你哋写信嚟求法嗰个诚意。如果一定要每人写翻封信回俾你，咁我又冇咁嘅精神。咁一个七十几岁嘅老人，如果就算系三十几岁嘅壮年人啊，佢都冇办法应付咁多信件。一行篇幅就系呢一封长信，系启基，亦都系阿伽陀药。阿伽陀药嘅解释就系万病总治，即系乜嘢病都可以医得好啊。所以呢个一行篇幅里面是包括了所有的问题，你们想知的印祖都用善巧方便都写了在这个一行篇幅里面。这样很多问题关于修行的，这样在这封信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有十二段都是答覆关于修净土，还有在我们生活当中怎样去建立道德人格，又怎样去待人接物呢，又怎样去孝养父母呢，乃至怎样去教仔女啊，这些问题印光大师都讲得很清楚。所以说这封信就是阿伽陀药，就是这样解了。咁样，只要我哋用心咁样去睇阿印祖呢一本一行篇幅，咁你就将你个心结解开。以前印祖佢写嗰啲文章解释，都是很古奥的，用回周易，即是以前那些古文文言文去写的。但是因为印祖知道我们现在时代的人那个文化不是以前那些人那个水准，因此呢就用了白话文。大家看看这封一行篇幅，任何文化的人都能够看得明白的，很平白的，很简单的，容易看的。所以呢就说呢，印祖真的很慈悲。印祖为什么要写得这么白呢？他就是为了希望人人看到都明白嘛，都懂嘛。那这些也是印光大师的大智慧，他将最深奥的儒佛两家的道理用好通俗的语言就可以表达了出来。所以一行篇幅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封很长的信，有十二段。这样如果你真的不明白，你就要看看这十二段里面慢慢去看，梗有一段是适合你的。我们一定要看多几次，看看这个一行篇幅，因为它是白话文，容易看。还有有些人他寄给印光法师，可能有一些真的这里都没有的呢，解答不到呢，印光大师老了，唯有在旁边注解了几句，这样就寄回给他，都是用一行篇幅寄回给他。那无非印祖的意思都是大家沟通一下，这样他自己身体也都可以接受到，就是这样了。那这个一行篇幅里面呢，印祖他是教我们怎样去修净土嘛，我哋系要
想通宗通教，要做一个大通家，要好叻嘅。咁样咧，印祖佢就话啦，佢话我自己好似喺十字街头嗰度一个残废嘅人，我自己一步都唔能够行，因为我残废嘛。但系、有一个问路嘅人，佢问我路，我一定会话俾佢听，话俾条正确嘅路佢。虽然我系行唔到，但系我懂。所以印祖咧系用呢、一个，即系将自己嗰、身份咧就降得好低咁样去讲呢一番说话。系如果你想去通宗通教啊，咁样你可以请教其他嗰啲大通家嘅法师。但我哋要知道，印祖咧系开专门店嘅，专门咩专门啊？系念佛一法。咁样，如果你想念佛求生净土，你一定系为一个目标。咁样，我哋睇印祖呢个一行篇幅，或者印光大师开示，咁样我哋就可以得到呢啲咁嘅利益，我哋就可以当生修净土法门，就可以了生脱死。咁如果通宗通教嗰啲，印光大师就唔系好想你哋去修。点解呢？因为点解呢？佢哋通宗通教嗰啲人系唔会相信净土，因为咧点解呢？因为净土法门咧系一个特别嘅法门，就系佛嗰个果地上边咧，佢呢一个不可思议嘅法门，系超出咗通途教法嗰个因果观念。咁所以如果一个居士，你提问到讲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唔会受恶报嘅，佢话印祖好似有啲唔系几合逻辑，好似同个因果定律有啲唔啱。表面睇上嚟真系好似系，但系净土法门咧就系咧同呢个通途法门系唔同噶嘛。佢就系可以讲，因为你自己满身恶业，多生多劫呢个恶种子已经喺你个阿赖耶识里边啦。但系如果你到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系冇三恶道噶，都冇三恶道，咁三恶道嘅名字都听唔到。咁样喺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里边，第一个大愿就话：切我得佛，各有国家的国，各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取正觉。咁呢度就已经讲咗俾你听啦。你去到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系冇三恶道嘅。咁如果你带住三恶道嗰啲种子去，咁你去嗰度报咩？冇得报噶，系咪？咁你三恶道嘅种子系报唔出嚟咯。咁所以呢一点就已经系超越咗通途教法嗰个因果观念，所以呢样嘢好紧要嘅。我哋真系要相信阿弥陀佛，我哋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咁我哋当生就会了生脱死，揾唔到一个唔可以了生脱死嘅。如果你真系呢三样具足嘅话，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咧多睇下呢一本《一行篇幅》，落实啲喺我哋生活上好多方面都能够我哋学到做人。最主要咧就系修净土，即生我哋就可以了生脱死。希望咧，借助我哋咧，今生能够闻到佛法，亦都听到了生脱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个法门。希望大家咧，尽自己最后嘅冲刺，俾一个赌注落去，掟晒落去，话俾你听，个个都得大利益。
咁今日我就讲到呢度。咁啊，如果我讲得唔好，或者有啲讲错，希望咧大家咧多多引证。阿弥陀佛，大家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今日咧，我带咗咧就有啲念佛嗰啲戒指，咁样咧，你哋念一句佛就揿下啦，揿一下啦，嗰度咧就摆咗喺出边。你哋临走嘅时候咧，每人咧可以攞一只又得，两只都得，咁啊拎翻去咧记紧啊，我哋要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唔好白白咁样过咗去啊。阿弥陀佛，下一次咧就阿显颜师讲呢个三宝论，就系讲呢个三世因果啊。咁我哋咧要明白到咧。我哋人做人清晰啲，等我哋做得明白一啲，开心唔开心自己知。但系点解人里边讲成日讲话女人，我成日讲女人，我冇讲男人，因为咧女人麻烦多，烦恼多，所以好多时会唔开心嘅，同埋好多时会生烦恼嘅，啲无名烦恼成日起嘅。男人有冇咧？有。但系冇我哋咁多，可能女人咧又生仔啊，又做嘢，又理家，又各方面咧，我谂都系我哋女人惨一啲啊，所以烦恼多啲。但系点都好咧，做到女人都冇办法，咁唯有咧自己好又好，唔好又好，希望咧教育将来啲手哥行翻正，自己亦都行翻正。咁今世嚟讲咧，就俾心机一味念佛。希望咧临终嘅时候咧，阿弥陀佛咧接我哋去极乐世界。咁我哋以后咧唔使生生世世再轮回啦，唔使再做人啦。最紧要啊，唔好话，哎呀，求下世做人啦，下世做法师啊，出家啦，出咩家去到极乐世界，咩家都有一出。喺我哋呢个世界出家都系为咗点样呢？善根可能个种子成熟，咁所以有机会坐喺呢度啫，坐喺你底下都好自在啊！有得听嘛，学到嘢，我觉得学到嘢啦吓，因为我自己学到嘢啊嘛，系咪？咁尤其是佛法真系好值得我哋咩噶，同埋我哋个个都一把年纪啊，好好地珍惜啊！冇几听日，我唔知听日究竟系点，大家好明白咧呢个无常。擦罗擦罗咁样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做一个好榜样，做一个好嘅佛教徒，希望咧佛法咧能够咧一路传落去，传到冇得传就冇得讲啦，系咪？如果有一嘅机会咧，我哋都做一个好模样，咁样咧觉得咧就不枉此生做一个佛教徒，阿弥陀佛。